有人说我丢什么新疆人脸，丢中国人脸，我干啥了我？我咋啦？台湾女星陈芳语近日爆料，只系录制内地真人秀《创造一零一》嘅时候，节目组侵犯私隐，而佢同同房嘅女仔都唔啱码，更加因为争用浴室，对方用凳掟向佢度。而陈芳语嘅出位言论，当年节目同房嘅内地女星叶依娜就拍片回应，直指对方谎话连篇，重提翻三年前嘅旧事，纯粹蹭热度。就这样，然后就隔了三年之后，这事儿又被提起来，然后我又看是他自己说的，然后就很莫名其妙。我说得多大点事儿，不至于吧？就还就过了这么多年还能想起来，还能提这个事儿。包括你已经都说一个新疆那个新疆女孩，然后1.85米，那不就是我吗？报我身份证号得了呗。烟我抽过，如果是抽烟我错了的话，那我对不起我。给你们带来了不好的印象和影响，对不起。